沟通。今天我们要跟你谈的题目是家长对子女的爱，因为爱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一旦过度了，宠爱的结果会不会造成子女过度的放纵，最后真的有一天他们犯下了错误，责任谁来担当呢？手足犯错龟缩全靠爸妈出面。今天邀请到咨商心理师邱永林以及亲子教育作家黄登汉，和我们一起听听小孩犯错爸妈到底该不该出面解决。爸妈应该狠下心来不去管这个事情，让自己的小孩受到处罚跟教训吗？小孩子出事情他不懂事嘛，那我们家长就要出面帮他解决嘛。因为现在家长都生少嘛，相对的溺爱啊，像我们也是一样生少溺爱。你对他有溺爱？弟弟不想当兵，妈妈太溺爱出手帮忙。他曾经有一度想要逃兵役，因为他觉得就进去以后我好累哦，然后打电话给我妈还问说有没有什么方式我可以提前出来，有没有方式我可以不要当的。他就一直觉得说我弟弟还小啊，弟弟小啊不懂事，然后钱其实能够解决都是小事。妈妈溺爱帮儿子善后，凌晨五点也得出门。我觉得我爸妈太溺爱他了。然后我弟一直有一个心态，觉得说天塌下来永远有爸妈帮他支撑。接到那个警察来电说他去打群架，然后叫那个我妈来警察局，就凌晨五点钟，一个妇人坐着计程车飞奔到警察局。子女犯错好像是子女本身的问题，或者后面的问题的根源可能跟父母亲跟整个家庭更有关系。我今天我们请到的十三号爸爸，是我们在今天是以家长身份来的。十三号爸爸，您觉得子女的犯错都要归咎于父母的责任吗？当然是要，都要。哎，对，任何一件大错小错都是父母亲造成的，宠爱造成的，宠爱造成的。对，有没有你觉得应该有一个界限？子女的错误究竟什么时候他不能够再把这个错误的责任归咎于父母的宠爱？应该是成年以后。成年以后。对，成年以后，一切责任都要自己去承担呢。然后你觉得呢？我自己觉得是十八岁吧。十八岁，因为十八岁开始，我觉得就是因为十八岁，有时候你犯的错是已经法律没办法允许了。对，我觉得十八岁是一个界限。我父母那时候也是跟我讲十八岁，十八岁以前父母亲要帮他负担责任。没有，我觉得我闯祸大概是闯到十八岁左右，然后之后就开始都自己处理了。怎么？你知道十八岁的这个时间表一到你就变了？哦。有啊，因为有同学被抓走，然后就知道哦，十八岁不行。来看你小时候犯过什么样的错？其实很多了。其实因为小时候我不知道叛逆的时候应该是在国中的时候吧。因为其实我父母还蛮重视教育的，但是越重视教育的人，其实为什么？因为他本身底子不好，所以他就会重视教育。他为了我啊，还特别找到一个信义区很棒的一个学校，然后搬到那边，把户籍住在那边，让我去读很好的学校。可是他没有考虑到。我读进去这一班的时候，这个班里面，我记得还记得我们一班有四十个人，那时候人很多，四十个人，可是我们有十三个中辍生，所以变成你读到这个班里面，哇哇，全都是比你年纪大概三五岁的，然后可是这些中辍生回来为什么会中辍？他们也是因为我们那附近的一些角头的小朋友，所以变成这十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变成说。以前国中讲说义气嘛，那如果你没有我们一起去出征的时候，你没有跟着走啊，你完蛋了，你在以后在班上就是找你开刀。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出任务的状态，例如说谁被欺负啊，谁怎么样啊，或者是谁看谁不爽，只要大哥一出当地的我们的大哥去出门，我们就要跟着走。所以我们常常会有结党闹事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是，有其中有一个同学好像被别的学校的呛虾，就是有点叫，就是挑衅。然后在我们大哥说：“哎，找我们去摆平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一群人跑去。然后这一去的时候，就发现哇，对方只有三个人，心就很安。哇，三个人 ，OK。结果我们就大概我们那时候去了好像八九个，然后就想说可以摆平这个事情了。然后那别人声音也比较小，结果没想到一靠近的时候，对方从巷子里面冲出来二三十个，都是高中生。哦，这时候我发现呢，因为我可能去的次数不用很高，大哥都跑光了。只剩三个，然后我的朋友被揍，就被一群人揍。然后那时候你其实那时候当下反应就是随便抓起什么就丢。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抓了一个椅子，我就是往人群里面丢过去，就好死不死就丢到一个里面人的头。
然后啪，就那丢到的时候我是哇塞爆开，然后那血就啪，一瞬间哦，所有人都消失，只剩我跟他，因为大家这比警察还有用。然后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就啊完蛋了，我就赶快去跑，也不是不远，因为周围都在一般的店家都有看到，所以你就变成那边堵。然后我记得还记得只剩我跟我被揍的那个朋友，还有另外一个三个人，就赶快打电话叫警察跟救护车来，就送去。就最倒霉的，我觉得自己那时候觉得最倒霉的是什么？就最倒霉的时候，还因为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我就我的观念来讲，我是救那个我被揍的同学，可是动手的是我，可是后来我还因为这样子，所有的事情都把他推给我，然后变成是我的父母帮我赔这个医药费，然后他们都把责任归给我。可是当下我就会觉得说，哦，哇！可是当下我真的没办法解决这个事，因为我的同学被揍，我只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决。然后那时候我记得赔了，当时十几年前吧，十几年前赔了大概12万到15万。对，然后就，但是运气好，因为人家没有告我们。如果告我们的话，我现在可能就不是在坐在这里，就可能当然会留下一点点小的污点。然后可是那时候还好，我妈妈是跟我说 ，walking， 就是。还好人家没有告我，你学一次经验，学一次经验，就是说你不要这种事情强出头这样子，你应该找别人来处理。可说实在一点，当下你真的没办法。所以那段时间，你觉得那件事情父母亲帮你来出面处理，应该是没错的。也没有办法，因为警察来找就是找父母。嗯，哎，十三号爸爸，旁边的儿子在这边，你有帮他处理过什么样的事情吗？在学校啊。在学校的事情啊，嗯，就是在求学的时候，也是不小心跟同学之间有口角，误伤到眼睛，还好是眼睛外围。那后来一次家长出面嘛，老师又通知家长嘛，那家长在出面跟对方求赔偿或是道歉之类的事情啊，所以家长要出面，小孩子出事情他不懂事嘛，那我们家长一定要出面帮他解决嘛，嗯哼，对，因为你家长出面才有诚意嘛。你小孩子出面闹什么诚意？全好，那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当时是就是对方先动手，就是也是口角啦。后来对方就先动手，之后我一气之下也是反击，只是一个反击的动作。然后那时候就是误伤到他这样。然后当时也是对方的家长要求，就是我方的家长要过去，反正就是谈嘛，看要怎么办后续这样子。因为现在家长都生少嘛。相对都溺爱啊，像我们也是一样，生少都溺爱嘛。你对他有溺爱？儿子犯错是他的溺爱造成的吗？他的溺爱会不会让儿子犯下滔天大错呢？弟弟让女网友怀孕，龟缩不见，只让妈妈出面解决。身为姐姐，火大再也忍不下去了。有一天，妈妈接到电话，就是说，哎，请问那个叉叉叉在吗？一次两次，然后弟弟都不回应。再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妈妈说：“那请问你到底找他什么事？”然后女生就说：“我怀孕了。”妈妈来出面去关心这个女生，弟弟完全就是不理会这样子。那你觉得你妈妈在这几个事情当中，她有选择吗？她能够做别的处理吗？就让我弟弟去处理，就让他自己处理，甚至他可能要坐牢。对，我觉得就是坐点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反正就是谈嘛，看要怎么办后续这样子。因为现在家长都生少嘛，相对都溺爱啊，像我们也是一样，生少都溺爱嘛。你对他有溺爱多少啦？小孩子应该是家里的传统观念下，像我们小时候出事也是家长出面啊。你小时候出过什么事？没得过去的事。嗯，讲那个啊，就是被爸爸那个就半夜跑出去有门禁，然后后来太晚回家，然后被修理那一次，你可以讲这个。你讲吧，看你爸爸有点难为情，你讲什么事情？没有，我是听阿嬷讲的，就是说以前他小时候可能也是，因为以前爷爷管比较严，然后他就是晚上跑出去玩，然后后来我不知道他惹什么事情，然后后来爷爷回去也是教训他这样，对，也是爷爷帮你的爸爸出面处理这些事情，啊、所以这是传统就对了。没有啦，因为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处理，还是要。我爷爷曾经跟我讲一句话，我以前我爷爷还在世的时候，以前小时候他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你如果跟人家打架，你要打赢才能跟人家打，
没有，如果没有打赢就不能回来了。嗯，对。所以其实我以前我还不懂事的时候，我一直有这样的观念：如果跟人家打架，我一定要打赢，不然就是不打。那你有没有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反正我做完之后都有老爸帮我来收拾，所以你做起事情来你就不会考虑很多。我没有说你胆子很大，但你会不去考虑那个后面的很严重的后果，因为你不必考虑。其实以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以前会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你觉得父母亲的宠爱究竟对你有什么影响？爸爸的宠爱，长大过后会觉得说，有时候会想到以前，说觉得我像我常常会怪他或奶奶，会说以前太宠我了。我自己现在出来生活之后，我会觉得说很多事情要靠自己，然后很多状况是你必须要忍。对，第二号，你自己的有几个兄弟姐妹？我是有一个弟弟，这样子，也是一个弟弟，是受到特别宠爱吗？我觉得他就是受到像十三号爸爸那样的宠爱，就是什么事情都是用钱去解决，然后或者是说都是妈妈出面这样子。什么事情你告诉我们？那曾经就是高中的时候，因为他喜欢交网友，所以就是常常去高雄或是台中去见女网友。有一天妈妈接到电话，就是说，哎，请问那个叉叉叉在吗？妈妈说有什么事？他说哦，没有，我想要找他。好，然后一次两次，然后弟弟都不回应。后来就是再接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妈妈说：“那请问你到底找他什么事？”然后女生就说：“我怀孕了。”然后妈妈就吓到，就说：“怎么会？”然后后来去质问弟弟，弟弟说：“不是我，不是我，绝对不是我。”对，然后可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就一直打电话到家里来，然后妈妈也就觉得说：“糟糕，怎么办？她那么……”早就要当阿嬷了，那是否要去照顾这个女生？所以就是我们讨论过后，后来就是妈妈来出面去关心这个女生，弟弟完全就是不理会这样子。那后来就是妈妈常去高雄去看这女生，然后可能说就是关心她，然后谈一下说，哎，之后孩子生出来了要归谁，然后还有说，哎，那这孩子要怎么照顾之类的，或者是说谈到结婚的事情。妈妈是真去关心，还是怕后面的麻烦？他是怕后面的麻烦，对，其实就是真的这个女生我们都不熟，而且那时候当时弟弟还有一个女朋友，哎，对，所以就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男人，我觉得嫁给你都是一个白痴才会做的事情，真的。然后后来就是妈妈陪这个女孩子第一次去产检，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女生说谎，说谎，对。然后后来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弟弟后来交的女朋友，弟弟就。等于说心都在那女朋友身上，不理他，他就用这个方式，然后来去，就是来去告诉弟弟说他的存在的价值之类的，基本上是一场争宠的闹剧。对，其实这个闹剧，但是这个在这个方面，我就觉得看起来弟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对。然后还有一次是，因为弟弟以前也很喜欢喝酒，然后常常酒驾，但是没有被抓。那有一次就是刚好他喝醉酒，然后又骑同事的车。然后在转角的时候，差点吓到，就差点撞到一个阿嬷，阿嬷就吓傻了。然后后来，等于说阿嬷的亲人就带着阿嬷去警察局，然后顺便把我弟也抓过去。然后弟弟那时候未成年，然后也没有办法说就是说自己出来，所以当然只好就打电话给妈妈。然后妈妈来现场，完全全部全全都是妈妈在道歉，那弟弟就是坐在那边，没他的事情。对，妈妈说啊，就是小孩子还未成年，还年轻，那麻烦就是再给他一次机会，然后不要让他就是之后那么难过之类的。人家也答应了，但是弟弟也完全没有去跟人家道歉，更没有跟妈妈说个感谢。对，那接下来又再继续闯祸这样子。对，那借身份证给别人就是使用，然后骑车，等于说人家无照驾驶骑车报弟弟的身份证字号，那弟弟。后来就是知道这件事，其实他知道也没有跟我们说，那但是他自己也不去处理，因为他没有那个钱，他就这样子摆烂。然后罚单后来寄到家里的时候才知道，说原来他的身份证是被人家盗用，然后要罚多少钱这样子，谚语还是什么，就是小时候偷柿子，长大可能偷牛，然后再大一点就是抢劫了吧，我想。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就是以后变成习惯，然后你会变成。你第一天到哪一个阶段了？我觉得我很怕到时候他当兵出来，然后去抢劫、强奸或者怎样了吧？因为你刚刚形容的这几幕，其实最近我们在社会新闻上看到的都不少。
对，就是父母亲站出来声嘶力竭的为他自己的子女道歉，对，或者还要承接一些社会指责的压力。你的感觉呢？你觉得你看到你的妈妈替你的弟弟做这样的事情，你作为姐姐的你什么感觉？其实我在后面我真的我很替妈妈感到就是心疼，然后又觉得说很厌恶我弟弟。对啊，你明明知道是错的，你为什么要做？那如果你爸妈老了以后，或者是说好了挂了，不小心挂了，那你要怎么去承担这些东西？那你觉得你妈妈在这几个事情当中，她有选择吗？她能够做别的处理吗？就让我弟弟去处理，就你就逼着包括那个女孩子的生孩子的事情，对，逼着她去处理，包括酒醉驾车的后来，就让她自己处理，对，甚至她可能要坐牢。坐牢哦，对，我觉得就是坐点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他不是你生的，他只是你的弟弟而已。也、yeah, 对。我问一下这边十三号爸爸，你觉得他刚形容了他妈妈，他妈妈有别的选择吗？他妈应该狠下心来，不去管这个事情，让自己的小孩受到处罚跟教训吗？我觉得不应该，我觉得应该保护小孩子啊。保护。我像我们家是出奇招了，然后后来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因为我们小就国中很爱打架。那有一天呢、啊，我就是打到差不多，然后我妈也因为这样子帮我转学。那有一天我她带我去了，还是国二下要升国三的时候，有一次哦，有一次走在路上就被一群人拖进去揍，就一个人，我一个人被揍，揍很惨。然后当下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塞，原来被揍的感觉大概是长这样，而且是被一群人揍。但是那时候我被揍的时候，没有人丢椅子过来。然后后来我到高中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那被揍之后就开始少打架了。到高中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是我哥哥的朋友揍我的。因为他看我不知道是不是他出奇招还是怎么样，他可能觉得我觉得看我不爽，觉得我妈可能一直在帮我解决问题，就他就找他的朋友教训你，教训我，然后揍我一次之后，我就发现，可是我当下不知道，我是到高中才知道的，所以当下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开始收敛了，就觉得哇，原来。被围殴的状态是长这样，所以你赞成父母亲给子女犯错了要及时的惩罚吗？当然会痛哎、欸，当然我觉得如果以事后想一想，这招还蛮厉害的，我觉得我哥还蛮厉害的。但是当下的话，如果你当下让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觉得马上就是我也会找我的人来打回来。可是我觉得要经过一点时间累积，但是我还蛮佩服我哥哥用这招的，不管他是为了要矫正我，还是他真的是看我不爽。但是我觉得这招还蛮有用的，这招有风险，但是长时间后面会有好的效果。好，我们今天请教两位老师，父母亲在碰到这种事情，真的有选择吗？我觉得选择还蛮多的、啊。当然，子女刚才大家谈到一个概念，就是子女成年之前，那因为父母是法律上的监护人，所以当然是要监管他，保护他。可是我觉得，其实成年是一个概念。例如说是18岁，可是小孩并不是他18岁生日的那一天早上醒来他就成年了，不管是心理上或生理上，所以我觉得那个成年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父母其实在小孩子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不管他3岁、4岁还是13岁、14岁，其实就应该让他去尝到一些行为的后果，例如说12号回家，那爸爸是不是有罚你，或者让你去做一些事情，感觉到说啊，我即使是出于好像自卫的这样的动机，但是我还是误伤到别人了。那就是说，爸爸禁足我1个月，或者是2个礼拜，那或者爸爸要罚我说，每天要去看这个同学，要去照顾他的起居怎么样？我觉得这些行为的后果，有时候是父母没有去把它做一个转换，所以小孩子永远学不到教训，以致他到成年的那一天，他虽然法律上他是成年了，可是心态上跟他行为上，他还是没有准备好成年的。我觉得宠爱是对的。但是管教这方面也是要有责任啊，但是当然20岁或18岁是一个概念没有错，但是我们父母永远是给小孩子，不管他犯什么错，我们永远给他机会啊，不肯给他机会，这是一定的、啊，天下父母心嘛，只要自己亲生的啦，都不是当另当别论啊，对不对？所以到底我们谈的爱是什么？是爱的不对，还是爱的使用的方法不对？还是爱的适用不对？我再听一位13号同学，你的讲的是你自己还是你的身边的人？是我弟弟。你的弟弟？对，因为我弟弟在家中的待遇跟你有不一样吗？我觉得个性特质什么会影响到待遇吧。对，因为我自己本身会做得很好啊，然后他就是会一再的犯错，但是
爸妈就是会包容他这样子。因为我弟他国中的时候就不是很爱念书，所以因此交的朋友是没有那么好的朋友，然后就是会有一点点把他带坏这样子。然后之后他就到那个餐饮业打工，然后就是在那边也是交到一群不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在他们工作完之后都会那个小酌一下。然后就有一次比较严重的是，他们喝完，他那次喝很多，喝到是醉意的状态。然后他们店里面的好心厨师就非常的好，想说怕他会有安全上的问题，要把他送回家，所以他就拦了一台计程车，然后要把他那个送上车这样子。然后没想到呢，他在那个非常醉意的状态之下，他把那个厨师的手给打断了。对，然后他自己醒来之后才发现说，哈，我把人家手打断了，我完全不知道。然后对方也完全没有跟他索取医药费以及那个索偿这样子。那我妈真是非常的对他很抱歉，就说你看人家是用手在工作的，你把人家手打断，那人家怎么样养家活口这样子。然后我妈就是要拉我弟去跟人家亲自的道歉，然后对方也说啊不用，没有关系，因为他是喝醉酒，他不是故意的，他其实在店里平常是很乖这样子。对，然后这次就了结，就后来就是圆满落幕这样子。那是因为对方的体谅。对，不然我觉得他那次会非常的惨。嗯，对。然后还有一次是大概前一个月左右吧，他是酒驾被抓到，然后要罚6万多块钱。然后我弟那时候就说好，没关系啊，我自己缴啊。然后他就讲的就是非常的就是好啊，我自己扛啊这样子。然后到了那个罚还要缴交的期限，法院来通知了，说你要在这个时间要缴6万块，不然你可能可以选择去关30天，或是去做社会服务役之类的。然后他原本说好啊，那我去做社会服务役啊。可到了那个期限的时候，他也说酒驾罚钱坐牢社会服务。13号男生的弟弟为了逃避，会想出什么让人不敢置信的方法呢？法院来通知了，说你要在这个时间要缴6万块，不然你可能可以选择去关30天，或是去做社会服务役之类的。然后他原本说好啊，那我去做社会服务役啊。可到了那个期限的时候，他也说就是他也不要，但是他也没有钱可以缴。这时候我妈就是好人好叮当啊，他去借了4万块帮他缴了。他说你拿去缴。那我就跟我妈说，我跟你说，你这样会害他，一次一次的害他，前面有发生太多的事情了，可是这一次为什么你又要帮他？你应该自己让他去扛责任。我真的觉得很夸张。你弟弟知道你的立场吗？我弟弟他知道你鼓动你妈妈，叫你妈妈不要出钱，然后让他去服这个社会劳动吗？其实我都私底下，我没有让他表达我的那个心态。你为什么不敢让他知道？我没有不敢让他知道，只是我觉得因为如果你是他的家长，你就选择让他去做社会劳动。对，因为我觉得那是你自己犯的过错。如果你现在不知道，你没有悔改，所以你的情况就跟我们的蓝波刚刚的以前哥哥一样，你觉得你的弟弟该受点教训。是，然后这个教训为什么你爸妈不给他？我觉得我爸妈太溺爱他了，太宠他了。因为然后我弟一直有一个心态，觉得说天塌下来永远有爸妈帮他支撑的。我倒觉得爱真的要有方法，不是纯纯的爱而已。是不是你真的有一些方式去怎么去教导孩子？那我当然我的建议是不要等事情发生，是不是在小的时候一些小事情的时候就要开始去让他了解说，哎，你真的所谓的懂事哈，不是要等到长大才懂事，小时候闯小祸嘛，对不对？那做的那些小错误的时候，你就要让他了解，你要负责任哎，不是爸妈去帮你讲一讲啊，没事没事。我们当老师常常发现这样，你把家长找来以后，家长那边立正站好，然后一直鞠躬，然后那学生三七步站在后面，都不关他的事。那天好像就是他父母亲来道歉，来鞠躬完，他回家就没事了。那我们不懂这种教育，说到底孩子学到什么东西？这就是我跟爸爸的沟通的部分。说真的，这样他就感受到你的爱，你去道歉他就感受到你的爱。你们两位都是讲了弟弟的问题，您觉得你们弟弟现在学到了什么吗？13号，我觉得他还是学会一直犯错，他还是没有觉悟、啊，学会继续犯错。对，像他有一次，凌晨5点钟，我妈打电话接到那个警察来电，说他去打群架。然后叫那个我妈来警察局，就凌晨5点钟，一个妇人坐着计程车飞奔到警察局，然后看到她非常不堪的躺在地上，然后据警察透露，她还打警察。
所以我觉得这样非常的夸张，这样是真的已经溺爱到一个状态，所以我真的是要让他吃一点苦头，让他自己负责任。你呢，弟弟有学到什么吗？其实我觉得我弟也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因为其实他现在虽然在当兵，但是他其实之前他就应该要当完了，因为他曾经有一度想要逃兵役，因为他觉得就进去以后我好累哦，我好那个，我好那样，我好怎样，然后打电话给我妈，还问说有没有什么方式我可以提前出来，有没有方式我可以不要当了。我就觉得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对啊，你当兵这是你的义务，你是一个男人，你没有当兵你是男人吗？然后他就觉得说我好累哦，我好累，最后就是搞了一个那种气喘，然后加上什么抽搐，然后就后来才被保了出来。然后觉得这样子有够丢脸的。然后后来就是他的朋友都问你为什么出来了，哦，没有啊，就是只是身体不好，你装个屁帅啊。我就觉得好讨厌哦。然后就是这个东西我妈妈要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然后花很多的人脉去帮他再排一次镜。不对，你们两位的母亲有没有向你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他们对你们的兄弟对你弟弟要这么好？嗯，我妈妈其实是觉得就是说我弟弟还小，她就一直觉得说我弟弟还小啊，弟弟小啊不懂事，然后钱其实能够解决都是小事，没有关系。然后我就说那孩子又不是你生的，然后那个人也不是你下的，那你那个兵又不是你当的，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一直去帮他这样处理事情。他说可是你知道吗，假如说他自己去处理，如果说处理不好他会变得更坏更怎样。我就觉得有这么糟吗？然后他就觉得就担心说，因为他其实已经担心弟弟本身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了，所以他才会想说要不要帮他去解决。其实我爸妈他们的心态还是觉得说，哎，毕竟你们都是我心头的一块肉啊，他犯错了我不帮他那怎么办呢？他们都是这样子来解释。十三号爸爸语气很熟悉吗？我觉得小孩子 要多给他时间，他多给他、让他多一些精力，让他自己会想才最重要啊。我们刚刚听到很多人的不断的强调说要给他点教训，要让他吃点苦头，你同不同意这种想法？没有，这个我当然同意啦。不过在给他吃这些苦头的时候，你还多付一点爱心去关怀他，那感受得到，那才是重点。所以刚刚那位他的弟弟形容的，他如果因为酒醉的最后罚款付不出来，要去服劳役，或者是要去坐牢，这时候你可以选择让他去做这件事情，受点处罚，还是帮他把那4万块的罚金给交了？你会怎么做？我觉得我应该帮他缴了，然后没有啊，因为缴让他知道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你关系在个人的行为模式。造成我们的造成先解决，然后再教育。对对对对。如果是你是十三号，你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位酒醉驾驶的爸爸，你会怎么处理？你会帮他交钱，还是让他去坐牢？可是如果是劳役的话，我觉得会因为人生会留下污点，所以应该还是交钱。对，我觉得污点呢是留在你的心中，可以让你永远记得你犯了这个错，就不会让你在往后犯错这样子。不然如果爸妈一直帮他一直帮他，他如果自己不自知的话，我觉得一次会一再犯错这样子，一再一再。对，二号同学你怎么看？我是觉得污点这个东西就是好，假设你说他放在心中，可是很多人在外面，比如说你在找工作，他们就是会把它放大来看。像今天你可能被冠上一个伤害罪，像我之前就有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因为那时候我无照，然后我就是想说，哎，反正快18了，那我就去练个车好。就想说，等下去哪里的途中，就看到一个妇人，然后我就不小心这样撞上了他。然后一开始那时候那个妇人就很凶，然后我整个就吓傻了，想说啊，我怎么会撞到了？我又无照。不过之后那妇人的女儿来啊，就是我们就去附近的医院看挂急诊，然后他又说，哎，我妈妈也没什么事啦，那应该也没什么啊，不然就是你先回去休息好了。那我就想说，哎，那这样好像就没事了。我就回家了，结果过没多久以后啊，我们家就接到一个电话，然后我就说，我找了谁谁谁，然后我妈就问他说，请问你是谁？他就说，啊，你不知道他撞到人吗？然后我妈整个吓傻了，他就问我说，你撞到人了？我就说，对啊。然后他就想说你为什么撞到人没有跟我讲？我就说没有，我以为没什么事情了，所以我就没有跟你讲。我想说不要让你想那么多嘛。然后他又说，啊，你知道我撞到人啊，你让我受伤啊，我没有办法工作啊，甚至我可能就是。我的眼镜啊也很贵啊，我就说啊，不然你就这样弄一弄，你就赔我个2万块好了啦。然后我妈又说2万块，想说哪来剩那么大一笔钱。
然后后来他又说啊，没关系啊，你不陪我的话，我就告你儿子伤害罪。然后你想想看，那时候就想说，我妈那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说，20000块跟伤害罪，啊，一个是会影响你一生，一个是一时的钱，所以他就想说，好吧，那20000块嘛，就当学一个教训，他就把20000块这样白白送给人家。然后他也跟我说，你看看，因为那笔钱刚好是补助款下来的钱，他说，你看看这笔钱原本是可以拿去做其他的事情，结果你现在就这样白白送给别人。然后可是我妈那时候的最大的想法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帮你付这笔钱？原因是因为我不希望你背一个污点，然后在未来的工作上面也不好找，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说，妈妈做的对不对？我觉得很 OK， 因为你看，我如果今天背了一个污点，我可能以后可能从找工作，我可能可以找到一个5-6万的工作，结果因为一个污点，我只能找18000-10000的工作。那你自己有学到什么吗？其实那次的教训，我觉得心很痛。我说一句实在话，心很痛，因为20000块就这样飞了。对，我实际上都觉得，我说在无照驾驶以及将来对于这种事情的过失，你有没有学到什么教训？我觉得在教训上面，骑车小心点。我觉得最大的教训就是这样，因为那次的事件，我真的觉得就是我是心不在焉。万一你的家人筹不出这20000块钱啊，真的最后你必须被告上伤害罪名，不是他们不想帮你，他没有能力来帮你解决的事情，甚至对方一开口要的是20万、40万，你怎么办？给他告吧。就给他告，这时候就给他告了。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今天你这样的情况下，你等于已经是个变相威胁了。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犯了一个大错，而且作物的赔偿真的是对方可以合理要求到40-50万的话，你爸妈要去把他们家里背上一个债务来帮你解决，只因为怕你人生有污点，还是你去负担的责任？我觉得这种情况下，以当时的情况来说的话，我就觉得说，那40-50万好，还是一样买个教训，因为毕竟污点这种东西影响你未来人生变数太多了，所以我觉得那与其你有那种未来人生变数那么多的事情要去处理，那你告诉我一件事情，父母亲什么事情可以不帮忙，要停下来划到界限？我们今天不是在谈吗？要有一个界限嘛，要有一个地方让你自己接受那教训。你觉得有没有这么一件事情可以想得出来，让子女继续接受教训？我觉得让子女继续接受教训哦。他可以承担的事情都让他去承担。你刚刚那是承担不了，那时候没有办法承担，因为那时候本身自己就未成年，也没有。现在你再撞个人，当我随便乱讲啊，希望你现在开车一路平安。你现在万一出个事情，父母亲不应该来帮你，即使你开口，他们也不应该来帮你，你觉得吗？因为你长大了，你可以承担了。我会觉得好，不应该来帮我，可是我还是会说，他们还是会来帮我。你打定了他们会帮你，对不对？因为我们家有3个小孩，然后其实我是最小的，所以我最得宠，所以两个姐姐也因为这样子，常常也会就是这样骂我、念我。可是问题是我们家有一个最大的宗旨，就是凡事戈壁往内弯，什么事情先对外处理完，善后之后再处理。所以这就是我们家一再的。既然你是受惠者，你告诉我一个问题就好。你现在是不是还是一个经常会犯错，而且不去计较后果，你还是一个可能会被宠爱所害的人？我觉得我很庆幸的一点是我有2个姐姐都会导正我。像我刚才觉得12号跟13号，我觉得他们弟弟可能没有学习到的原因，就是因为好，你已经觉得爸妈宠爱他了，可是你又没有把问题点抓出来跟他讲明清楚。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因为你也知道爸妈会怎么跟他讲。你姐姐怎么帮你点出来？我姐姐那时候无照驾驶那一段时间了，她就因为我们陪完以后，她就直接跟我讲说，你要无照驾驶，那你就技术好一点，不要撞到人了。你这样撞到人，那你干脆以后也不用考驾照，你就天天骑脚踏车，然后看有没有人会撞到你。我们家还有一笔索赔金。对啊，然后就是这样跟我讲啊。然后甚至我大姐她有时候也会跟我说，欸，你是不是男人啊？你这样有没有？他那时候就会跟我讲说，你是不是男人？你有没有责任？这样以后谁敢嫁你？我就说，可能那时候的我就会回他，没关系，我当黄金单身汉，反正我一辈子单身，我没差，我都会这样回他。因为我觉得12号跟13号有点像跟我哥的做法一样。我其实到很大的时候才知道我哥很讨厌我。对，然后我觉得12、13号基本上简单来讲也是一个俗辣这样子。对，就因为他不敢直接讲嘛，就跟我哥一样啊。就我就后来我到很大的时候才觉得说，我哥，其实你也蛮俗辣的，你都不敢直接讲，然后找别人弄我。
然后例如说他其实最气的时候有一次，但是我有一次还蛮感动的啦，有一次也是骑车的关系，因为你知道吗，骑摩托车是我们尤其是在高中生要可以考驾照是最喜欢的，然后而且骑一般的摩托车已经训掉了，那时候很流行骑打挡车，就觉得说我同学都骑不是打挡车不酷，我一定要骑打挡车，然后我那时候我哥刚买了一台打挡车，我就骑他的摩托车，耶耶，然后学一下之后，就因为你知道刚学不是很熟，然后就在巷子里面骑骑，然后忽然有人冲出来的时候，就有点不太知道怎么处理，就猛吹，然后油，然后那个离合器也拉着，就会失速嘛。就失速的时候，这时候我一头撞到人家的铁门里面，就是那种车库铁门。然后最厉害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撞进去之后，那个铁门整个凹进去，然后里面有两台车出不来。然后这时候，我哥很快的叫我撤，然后马上他坐在那个车上，还演说他是他撞的，因为他那时候考虑点是我没有驾照，如果人家来索赔的时候，事情是很大条的。结果他整个事情处理完之后，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他很讨厌我，因为他花很多钱买那台摩托车。然后因为虽然赔门啊赔人家钱都是我父母赔的，可是摩托车是他最爱的，所以他我就发现他讨厌我，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但是我觉得当下的部分来讲，他是挺我的，然后我不管他是不是溺爱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这哥哥还是，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是，如果后来到长大，我就觉得说，如果你是哥哥或姐姐的话，你如果你不直接说的话，他永远不知道你讨厌他，或者他讨厌你。指责的矛头现在回到你们自己身上来了，有什么答辩吗？你们是没扮演好做手足的角色呢？可是我觉得，如果责任是他自己去负担的话，我会挺他。对啊，但是你什么事情你都躲在妈妈背后，那这样子的话，我当然会觉得说很生气。然后因为妈妈在处理，那我们跟弟弟讲，他就对啊，妈妈处理了，哎呀。那你这个态度，我要怎么去挺你啊？你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姐姐，对不起哦，那个我要处理这个事情，麻烦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询问啊。但是在批评的同时，你们有没有可以也负起一点点醒他的责任呢？你有没有去做呢？其实我当下那时候也不是很想点醒他了，因为我就觉得输了，真的太生气了。因为其实自己也很生气啊，就是你就想看他受了点惩罚，是不是？我就是想看他受点惩罚，就是想看他哭，就是想看他跪在那边跟人家道歉。我就觉得说，哦，这样子才是负责任啊。可是你这样不让他受，你说你让他受点惩罚，可是你又不点醒他，然后要让他去受罪，那我觉得你这样也没有让他学到教训，在受罪当中他就会点醒了。那你怎么能够确定说有些人是他是不能去受罪，有些人可能心态是觉得说他可能一受罪就会自暴自弃的那种类型的话呢？你怎么知道你弟弟不？而且你没有去跟他教导说十二号你有没有恶毒啊？我很恶毒吗？看起来很像吗？十三号你呢？你觉得应该不是说是很那个恶毒吧，应该是说很无奈吧。因为其实我们当姐姐哥哥的一定会告诉他们，像我自己本身我会跟他沟通，我说是你这样子做，你都已经几岁了，可不可以就是不要再这样子一直犯这些小错了。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我哥哥还有跟他沟通过，然后沟通，然后两个人就是争吵起来，然后打起来，然后就因为那一次他们还长达大概两年没有讲话，可是事件之后呢，他还是一样，没有改。在父母宠爱过程中，手足能扮演什么角色？王老师，手足肯定是无奈，因为是平辈，有时候年纪差距还不大。刚刚十二号也可爱的说，你要点醒他，搞不好他才大他一岁而已，要点怎么点法？尤其还有一个爸妈卡在那里护着的时候。所以手足基本上第一个应该是气氛嘛，我做得到的事情为什么你做不到啊？我可只懂得规矩，我懂得要自爱，你为什么不懂？然后还要我教你，不大可能嘛。那当然是生气跟无奈。当然，但很诚恳的说法啦，说，如果可以给点建议，如果说你们之间交情不错，感情不错，可以给点建议，那当然是好事了。可是我听到二号讲的，我也听不大下去啊。第一个，你就明明知道你自己无照嘛，那你无照去撞到人，说啊，其实我那一天只要小心一点就不会撞到，我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啊。开车没有几个人是故意想要撞人的，99%大概就是，哎呦，我怎么恍神了？哎呀，我怎么？包含酒驾的人，他都认为我没有问题，我肯定可以把车子开到我家车库，只是在半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撞到人。所有人都是这样，那这些状况就是什么？就是你不够成熟，不够懂事嘛。那你说这种事还人家来点醒你，最后发生的问题是钱赔了，受到的教训是说啊，可惜钱了。我觉得你们家的价值观也有问题，我觉得不是钱的问题。如果我是你妈妈，像那个十三号爸爸，如果这个钱我帮孩子出了，
接着每个月零用钱就扣回来，因为这是你应该付的钱，而不是我们应该为你付的。最起码父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是什么？哎呀，我只要小心一点就不会撞到人了，搞不好我被撞到还可以赚点钱，这什么逻辑嘛？对不对？我听了实在是。其实啊，我开始觉得说有一点不祥预感哈，就是可能在这集里面会看到很多未来的所谓的叶少爷哈。可是其实叶少爷也有叶父母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当父母，像我自己也是两个男孩的爸爸，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太依赖本能去当父母了。当父母的本能就是什么？就是小孩我们要保护他，我们要爱他，要宠他。但是其实小孩越长越大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分清楚爱跟宠有什么不一样。我举个比喻，宠小孩就是你带着，你好像是个大近视，你只看得到眼前的东西。这个东西三岁小孩说他要吃糖，他赖在超商里面，你不买给他，他就在那边哭闹。这时候宠的眼光就说，那我就赶快买个糖嘛，才十几块，他就不哭不闹啦，我就不用在这边丢脸了。这个叫宠。爱叫什么？你要带着望远镜去看。如果我这个十几块糖果买下去了，那下一次第十一次他是不是又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当你的小孩越大的时候，你就要越带着望远镜的那种爱的角度去看他。不管是刚才黄老师讲的这四万块两万块我帮你出了啊，那黄老师的做法是说扣他的零用钱，我的做法可能不是，我零用钱照给你，但是那两万块四万块你打工还给我，因为我要让他知道说 OK， 今天你是要付出代价，不是说你省吃俭用哦就可以了。我觉得你要去付出你的劳力，你要去外面受一点社会上的那些教育。所以出手帮忙以及怎么帮，那是两回事情。对，我觉得就是说你帮忙，父母帮忙，可是你要把那个代价要换成一个代币，让小孩子去付出了。嗯，哦，难怪我妈妈到现在那个只要节日都要很大。你知道吗？每次啊，那然后我就其实我今天就有，他就会讲说儿子啊，我这边最近这边有点漏财，然后就这样子，医生说哦，这个风水师也说不好，然后我说哦，好，母亲节到了买了，然后有一天他说，哎，你上次不是在买给你吗？他说我最近打牌有一点点缺铜残盘，然后说哎，以前我都这么帮你。然后我觉得那就认了，还以为他帮你一辈子。对，就算是原来他帮我那件算是定期存款就对了，然后现在是活期还有利息啊，8%以上的，哇！我现在懂了，好宝贵的账户。对，四号，是，你觉得父母亲现在来讲，在子女一犯错的时候，该不该马上就出面帮他们？我觉得还是要出面帮他们，包括手足我也觉得是这样，毕竟是家人嘛，不然的话那干脆。就一般朋友啊，冷漠以待，只是当然就是像刚刚说的方式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是一定要停的。对，你看到的方式在你自己身上发生过吗？他们处理的对吗？像是我小时候，然后因为无聊就买了个弹弓，然后到班上去玩，然后结果刚好另外有一个同学他买了个象棋，然后我们就想说这有可以做什么结合这样子，然后我们就刚好看，因为我们的教室外面阳台就是校外有一个办公大楼，然后全都是落地窗。然后我就想说，哎，试试看，然后就一射不到，然后同学就觉得我很逊，就开始大家开始射。带领全班拿弹弓射玻璃的四号男生，究竟会闯下什么祸，连妈妈也难收拾呢？然后我们就刚好看，因为我们的教室外面阳台就是校外有一个办公大楼，然后全都是落地窗，然后我就想说，哎，试试看，然后就一射不到。然后同学就觉得我很逊，就开始大家开始射。哦，原来那 Angry Bird 的 idea 是从你这边来的，应该是。对啊，没错呀。没有过，再调角度，调角度。OK， 愤怒鸟的 idea 就是从你这边来的，厉害。然后终于结果有个人得分了，结果他就终于射到，结果一射到，不知道他是怎么射，太厉害了，就真的射破他了，射破那个落地窗。然后落地窗真的很贵，好几万块。然后这边闹得很大，然后到校长还要去跟这个办公大楼的主管道歉，然后老师也很生气，然后我妈妈也非常的就跟大家道歉啊，然后还赔了好多钱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小问题出现，就是在赔完钱以后，妈妈是怎么做的？就是一直骂，然后一直说你不能再这样子，然后怎样怎样。但是这样子换来就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学习到一件事，就是犯错就是被骂。就只有这样子而已，犯错被骂，然后骂的时候就回呛这样子。而且你可能最后以后会学到，
错还是照犯，但不让你妈知道了。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偷偷犯，然后你后来犯了多少别的错？就是像现在，就是可能先前就是在交女朋友啊，或者在追女朋友身上，然后花了很多电话费这样子，不懂得去节省或找到互打免钱这种方式，然后就花到了将近一万块这样子，还不少钱。然后方法呢，就是不让我妈知道，但是我也没有要去缴钱，因为没有钱缴，慢慢缴这样子。到现在就是后来是亲戚知道这件事很生气，但是亲戚却帮忙出了这笔钱，然后再慢慢这样子还给亲戚这样子，才学到了。但是就是我觉得从父母身上就反而，因为他只是用负责责骂的方式，然后管教的方式，但没有让我学习到真正该怎么处理这样子。直到长大去接触了社会教育才明白，但是我还是觉得他们很感谢他们有帮忙挺我，而且我觉得如果他们没有挺我的话，可能我根本不觉得他们是父母，也不觉得是我的兄弟姐妹。看来今天大家的意见都是父母亲要帮忙，但是帮完忙之后，也许可能你怎么帮助我，了解我做了什么事情，以及我未来该怎么做，而不是只帮忙帮了最后之后，大家把父母亲当成一个避风港，而且就这样依赖下去。所以老师给我们最后的提醒是什么？徐老师，我觉得当父母啊，就是说不能只用本能去当了啊。我觉得当父母其实就是，要责无旁贷的揽起那个管跟教的责任。那很多父母呢，他们是管的比教的多，他觉得说，哎，小孩犯错就是我没管好，所以我就管得更严。可是严官府出这个很厉害的贼啊。所以我觉得太忽略了教，这个教当然最好的方式是说还没有犯错之前我就教好你，你不会犯错。可是往往不是这样的完美状况，往往是小孩犯错之后你怎么去教他。那有时候父母会就是用骂一骂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出自于他们自己的没有方法，他们除了骂之外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教这个小孩。其实小孩的学习能力可能比你知道的还要多啊，所以我觉得，父母亲在小孩子犯错之后呢，真的不要害怕去尝试用你以前不一样的方法去管教他。例如说，你以前骂，那骂了100遍他是犯错，那请你换个方法，你不是只有骂，你可能要让他尝到一些苦果，相对等的苦果，你会发现你的小孩成长的比你想象中来的快。教小孩要掌握黄金期啊，那个树哈，等到长歪了哈，就折不回来了。所以父母亲教小孩应该是在幼儿期跟儿童期，也就是说趁早，这个时候孩子犯不了大错，这时候他犯的所有的错你教导他或者让他去面对后果，那都还可以承受。那不要等到说，哎，小时候就是溺爱然后疼爱，到了长大那个犯那个错，其实有时候我说的很实在，父母亲你自己也承担不了，你也承担不起。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要去学习一些方法，怎么教孩子的方法，而不是像传统说我把孩子养大他自然会好，那不好怎么运气不好，为什么孩子不好啊？那这就是我们现代父母自己要清楚的一件事情。祝福您在爱子女的同时也能够让他知道这个爱背后所代表的意义跟责任是什么。祝福您，再会。